主席还有各位，大家早啊！我们是不是请这个秘书长跟司法行政厅的厅长啊？请谢秘书长跟黄厅长，请汪委员好。哎、欸，老赵，老赵，哎，两位，这个刚才陈杰委员在问这个问题哦，那这个。不甩法官这个事情好像在台湾在马政府这个当政之下就是说常见的事情嘛，对，我们那个这个北高两市的健保费不付我们的这个那个什么执行处也不去处理啊，那个法官判决说要赔这个败诉的台北市政府啊，这边败诉也应该要把这个健保费付清，也没有处理嘛哈。那另外就是说，那个是法务部行政执行处好像有处理，因为我在法务部待过。没有处理嘛，就是他就是不去强制执行嘛，哎，不强制执行去拍卖，扣押没有用啊，要拍卖啊啊。另外就是说，哎，人民的这边扣押，你把他钱从银行中冻结了，他把他钱都拿走了，对不对？好，所以马警。那我们法务部长也不执行嘛，哈，判死刑，法官判死刑，我们这个法务部长也不执行啊。那不止这样子哦。今天你等着进两个，还算细项代志，因为至少哈、哦，卫生署哈、哦、想办法，政府想办法去编了预算，偷偷的拿了里面的血汗钱去赔了哈、哦。那王清峰这个部长呢，他因为个人的理念哦，他也只说那是我个人的想法，所以我下台了。我们有一个顽民不灵，傲慢不。非常傲慢的一个署长啊，沈世宏这个环保署署长啊，对你们的判决哈、哦、不服哦，啊不服他怎样？他就不去执行，不但不执行哦，他去曲解这个法律的这个内容哈、哦，他还登报纸哎，你们不晓得这个事情吗？应该怎样嘛？我这个题目有泄露给你们呐、啊。根据行政诉讼法第216条第一项跟第二项的规定哦。撤销或变更行政机关原处分或决定的判决，就其事件有拘束各关系机关的效力。有吗？哈，有拘束的效力。原处分或决定经判决撤销后，机关需重委处分或决定者，原应依判决一纸为之了哈。那第304条也规定呢，撤销判决确定的呢，关系机关应给予实现判决内容的必要处置。但是咱的环保署拢无要做哦，但是哈、哦，那个秘书长哈、哦，人伊顶破转呢，这个事情你也知道吧？应该知道吧哈？因为委员了解，所以我有了解一下了哈、哦。那后来我们了解呢，他三月呢，他们有发表声明哦，也表示说环保署完全尊重法院判决，依判决一直依法行政。请开发单位以原环境影响说明内加入环境品质及现况。健康风险评估及其他说明资料，再提该署环评委员会审议。所以他一无安尼做啦，伊认为唔，迄拢唔是伊嘅代志。他是这样子给你回的信，那是因为我们，那是因为我们讲了很多很多次咨询，总咨询了很多次以后，但是呢，他在报纸上登广告哦，在各大报纸登广告哦，登说环保署是依法行事哦，然后呢，说你们这个行政依这个。行政法院的判决哈是一无效用，二无意义，三破坏现行的这个环评体制啦。你法人讲哈，恁无效用没有意义哈，啊你们哈就缩着头哈都没有出来讲任何话哈，我觉得很奇怪哎。我今天要讲的哈是讲哈，今天一个行政法院二审定谳的东西。每一个人，特别是政府，都应该去遵守、去执行。你顶多就是不执行而已嘛，你顶多跟你的理念不合，你去下台嘛。没有一个人这么大胆，拿了人民的血汗钱，开几百万的钱去做公狗来呛你们呢？你们竟然独立的这个机关里面互相呛，啊，你们被呛了，你们没有声音呢？不是哈。那个法院的判决呢，他一定有执行力了哈。那我看是没有执行力啊，因为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中科也没有停工啊，什么都没有做。行力然后那环保署一天到晚写，他一定要执行。那他一夜呢，可能呢？党一公哈，不是党一公哈，党一不是致死无效哦。啊，他说那不是致死无效哦，因为有经过环评啊。不是行政机关说了算，应该看。
最后确定判决，定言的确定判决怎么说？拜托哈，您跟咱的院长修沟通一下，我们的吴院长。那吴院长讲，伊这款的行为是啥？你知不？叫做见仁见智啦。所以我们的行政机关有见仁见智的这个立场啦。我说行政机关哦，没有见仁见智的立场，它只有依法行事或根据依据事实、依据证据来行事，没有见仁见智的自由。那我再问你哦，那吴院长嘛讲，这是言论呢？这是言论自由的部分哦。请问你哈、哦，我今天要先问的秘书长或是我们这个厅长哈、哦，这个登广告呛你们叫做言论自由吗？那这样啦齁，我跟委员报告，当然啦，我们也看到很多呢，法院判决之后，判决确定之后，那当事人输了呢，他当然会有一些情绪反应。但是这不是个人机关呢，我认为不好啦，所以我觉得呢，机关这样做是因为大家呢都应该依法行政啦齁，照既然是终极判决，终极的确定判决，就尊重判决，这个是最你们哈不回应哈，其实就给社会上一个非常不好的观感。后来他自己三月已经发表声明说尊重判决的了。没有，他尊重判决，他嘴上尊重判决，行为不尊重判决嘛。那但是你这个东西安尼落来了，我不晓得他行为怎么样啊？后面行为呢？假使没有照。这个的效益，既定的那个定言的确定判决去做呢？没有啦，一个不嘛，一个攻几头做几头嘛，这个是现在政府最擅长的事情啦、啊，说一套做一套啊。一个说两年内要执行二代健保，另外一个说是半年内，啊，我们才被调下来，哈、哦，就是各个人都在讲自己的话而已啊。那我要讲这个严重性在这里，第一个，今天法院的判决竟然遭到行政部门的呛虾，你们没有回应，我们觉得人民哈、哦。很难不知道我们法律在保障我们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法律保障我们什么。好，第二个，今天呢不是只有中科三期有问题，中科四期一样在提诉啦，啊，还有已经判决的，我们的新店安康乡的废弃物处理那个环评也被判无效哦，我们新竹的。这个恒山的事业废弃物处理厂也被发回重审哦。那我要讲的是说，中科四期如果再判下来跟三期一样的结果的时候，我们是等于没有一个机制，就是我们的署的立场是这样子。那我们以后哈、哦，架杠哎，大家哈、哦，也不要环评了，只要想办法让第一阶的环评通过以后，反正你法院怎么判决，我都不会睬你，我都照我的形式嘛。我们院长说呢，哎呀，中科三期不能够撤啊，不能够停工啊，因为已经花很多钱了。也意思是讲，你若是违章建筑，你若用足侪钱落去哦，会那边撤啦。我们院长哎、欸，我拜托你们跟院长多沟通一下吧。我看他那个意思是，将来假设说他没有经过那个。不是将来，他现在不是花再多的钱都要拆掉了。你基本上已经暂时停工，我不是叫说你要撤销它或什么，你暂时停工去做这个应该走的步走完嘛。这个今天就好像我举一个例子啊，今天一个人哈、哦，他去做的这样考执照一定要有这个眼睛的检查，看你是不是色盲，视力怎么样。结果他拿到一个证明去考的执照过了，后来发现说他一些证明是用访问的。没有做实质的检测，说啊你有色盲，我现在公布，哎，都快进证明而已啊。那这当然是无效嘛，无效的时候你还让他开车吗？当然是暂时停止他的执照嘛，然后再去看他实质上是不是真的视力没有问题，我们再给他让他开车嘛。没有人说在一个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检查，这个是很 critical， 非常 critical， 就是你是色盲的，你是不能开车，因为你看你红绿灯都看不清楚嘛，所以你得把他停下来啊。但是他不做这个动作哦，然后还说这个行政程序法没有这样规定，环保的这个法里面把那一条他应该要叫人家怎么做的这条已经删掉，当初删掉那条是因为我们有行政程序法，所以不用重复的立法，是这样的意志。但是呢，那的书定一马公一马刚睁着眼睛说瞎话，所以呢，我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无奈哈、哦，因为。他要怎么做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办法，除了去围场或是把他干掉以外，好像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做这个事情啊。以法院的立场是法院判了，当然呢就要那个被判决的不管是机关或个人就要照法院的判决做、哦、他回不做的话，他假使有违法会有相主管机关去处理。这个哈、哦，事务官不甩法官哈、哦哦，不可能，不止啦哈、哦。我这边跟你讲，那你部长，我们部长、署长都不按照依法行事，这个也是最近的这个两年来的一些非常的异象，我们说异象了哈、哦，马政府的异象。那
在这里人民除了表达无奈，我老实跟你讲，我卡在家跟你讲，我本就无奈啊，因为我不晓得以后我们的环评环境的保护要怎么做，人民最后一道的防线竟然可以被卫生署放在地上践踏。后来他改过来说没有改过来，请你给我那封那个公文的副本可以吗？就是说那个副本可以一份给我们。他发表的，好，我找出来再给我。好，请你把那个公文给大家参考一下啦，哈。那个整个哈、哦、是环保署综合计划处处长，我在、发表的。他今天在我们在质询的时候，他也是讲了一些非常可笑的话哈、哦。不是这里哈、哦，我一直觉得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法院哈、哦，好像。司法的体系这边好像越来越弱了啊！啊，没有，怎么越来越弱？没有，就大家都不依法行事啊！没有，大家没有依法行事。今天王清峰他不依法行事下台啊，因为他得罪了权贵啊。今天我们的沈世宏不依法行事没有下台，为什么？因为他图利了权贵啊。所以哈、哦，差这么多呢，这司法的判决应该因为你是图利的是权贵，还是得罪了权贵？还有不同的下场哦，跟你们的判决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法院呢做判决，那有一些执行的是另外一个部门。我那我再请另外你最后，比如说刑事判决，那刑事判决就是由检察官来执行。检察官假使不执行，就会有刑法127条的这个刑责了哦。那这个就不是因为法院判决。那法务部长不遵行他是要怎么样被处罚、啊？除了他。自己请辞以外，是不是有其他的刑罚要来处罚他？应该有吧？有没有这个条文？七条是否规范法务部长，这个有争议了。有争议啊！就我对刑法的了解呢，这个恐怕不必然。他当然检察官应该执行不执行，或是说部长执不执行不执行？不，部长是另准，是刑事诉讼法416条是另准。那他127条刑法127条规范的呢，当然是检察官指挥执行，这个是一定包括进去。刑法127条应该执行不执行？那法务部长呢，这个是另准，恐怕不一定完全一样。当然这个有见仁见智的不同的说法，但是就刑法教科书。不必然，这个有讨论空间的、哦。有讨论空间了、哦、哈。那个，我再请问一下那个厅长哈、哦，就是讲哈、哦，在97年的时候，因为怎么样都没有办法了，所以那个农民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出停止执行申请状嘛哈、哦，我肯定要求他们做假处分哈、啊。那你们过了1年9个月才说，对于第一次定验的东西，就是说你这环评是无效的。第一次的时候，你们在1年9个月以后，你们说。可以不用停工嘛？那是对第一次做的第一次定验的结果，哈、啊，就说因为才第一次定验嘛，所以你可以不用停止停工嘛。哦，我讲地方就好你啦，你即摆这个讲出听听听这个讲起来先哦，无认真。好，那我再问说，现在是二审定验的，今天农民如果再来申请假处分的话，听那个报告委员是不是请许厅长？因为主管厅是许厅长。好来，今天如果。在二审定验的时候，一审定验你们说他可以不用执行，不要去假处分他，不用叫他停工嘛，那是你们去年12月31号做出来的结论嘛。那我再问你说，今年他们如果再提起说停止执行，可不可以再提？提的结果会怎样？是那个关于停止执行是还没有诉讼或诉讼进行中才有停止执行的问题。所以他现在二审定验的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他就应该要去做了。是。所以人民无奈嘛，因为他现在就不停工嘛、啊、那我请问一下，这个法律的判决到底有什么用哈、啊？如果我们法律说你这个东西是无效的时候，他还继续不理、你也让给我讲解怎么解套哈、啊？我们人民怎么样得到伸张正义啊？我跟委员解释一下哈，您所提的那个高等行政法院跟最高行政法院的判决是对于环保署的环评的那个说明所谓的撤销处分，那经过判决确定说要撤销以后，那个原来处分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没有那个部分我刚刚讲我理解，我只是在讲说如果我们的许可是另外一个处分，是我们国科会的处分，国科会的处分是不是我们环保署是主管机关哦，原处分机关哦，他发了这个执照以后，他发了这个环评的结论以后，他才可以发那个执照。就像我刚刚讲的，你要有视力检查才有执照啊，你视力检查不过就没有执照啊，基本上是这样的概念嘛。这是很简单的概念嘛？解释一下，它是一个多阶段的处分，那个处分的机关许可的那个机关是国科会，是另外一个机关。我要讲的，今天开眼力的证明的也是医生啊，后面出来的也是另外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单位在发这个不同的阶段的处分啊，对不对？干不起啊你。那您所提到的、我刚刚讲说那些视力不过的时候，那个驾照就不能给啊，就这么简单，这个是最简单。你们法学的 A B C 嘛，你给那里阿伯需要为他们来辩解啊，因为我觉得你们已经被糟蹋成这个样子，你们还在替环保署原厂的话哈、哦，那我想哈、哦，委员我们没有在为环保署说话，点点点点点呐、啊，嘿，谢谢。